一位来自东北的执着老人，一头出自他手的倔强牧牛，他们为何吸引了众多乡亲的围观，又能否战胜和真牛的比赛较量呢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牧牛新传》。六旬老人乔打造，机械牧牛夺天工，他们为何吸引了众多乡亲的围观？他又能否用自己有力的身躯驮起千斤重物呢？请继续收看《我爱发明牧牛新传》。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我是主持人丁西。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科学顾问呢，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。彭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彭老师，我晒黑了吗？你是不是要到外边玩去了？我刚从草原回来。那肯定骑了马了。这个骑马呀，我觉得给我印象非常深，因为我骑了两下以后，它突然不走了，突然间这个马头呢就哎。低下来吃草，然后我就像在做一个高空滑梯一样，吓死我了。是马呢，我跟他接触的也比较多，因为当时我在农村的时候养过马，放过马，赶过马车。那么马呢，你要给它照顾好，它要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休息呢还得休息。那么你在拉这个马出去的时候呢，你比如说你要旅游啊，去骑它呀什么的，你还真得懂得它的习性。你都说牛脾气不好伺候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马也不好伺候，金贵着呢，你得摸准了它的这个脾气，得让它高兴了它才能服服帖帖的。牛也是这样，你要骑牛，你看那牛很老实，它要是一闹起来，牛脾气对给你摔下来那是一点儿不假的。我们来自吉林的一位发明人呢特别有意思，他呢就对古代的牧牛流马特别的感兴趣，成天在家鼓捣呀，终于做出了一台类似牧牛流马的马。但是这个马呢又跟牧牛流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，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？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好奇了，赶紧随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我爱发明的编导。现在呀是下午的两三点钟，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。大家从我手边呢一定也看到了这一片肥沃的黑土。没错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吉林省永吉县。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车程啊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发明人所在的地方，叫大岗子村。现在呀我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一看，究竟这位发明人发明了一个什么样神奇的机械木马。好，现在大家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这个村里边找一找看啊。您好，您好，哎，您好，请问一下，咱们村是不是有一位先生叫李景阳呢？啊，不知道啊。李景阳没听说过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嗯，天哪，不会找错地儿了吧？他发明了一个什么机械木马？啊，李景阳，那知道，我不知道叫啥名，知道他发明的木马了。哦，您知道是吧？嗯。哦，就是知道搞发明的，不知道他叫啥。对对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找错地儿了。嗯。那他们家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要过去找他一下。就顺着道往前一走，一拐就是。哦，从这儿拐过去就行。搁这往前一走，能给拐。好嘞，好嘞，那谢谢你们啊。嗯，不客气。啊。看来大家已经给他贴上了搞发明的标签，都不知道他叫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去找找他看吧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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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我爱发明栏目的，请问这是李景阳先生家吧？是的。啊，终于找对了，他现在在家吗？我们想找他了解一下他的那个发明。在家。在家。嗯。在哪儿呢？您带我们去看看。好的。在这儿。嗯，在这儿。他在做什么呢？他做他的机械木马。哦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李景阳先生是吧？是。啊，我爱发明栏目的。我姓陈，听说您弄了一个机械木马，我们这不专程过来看一看啊，是不是这个？是这个，是这个是吗？嗯。发明人李景阳，发明项目机械牧牛。李景阳是吉林省永吉县里一位小有名气的老木匠，打得一手好木工，靠给自己家和周围的乡亲做家具为生。
有一次，当他听说宫廷里有一种木头自行车，就琢磨着做出一个类似能行走的运输设备。哎呦，我这看着还挺像一个木马的。你打开你看看，这是马头。嗯。马头上边两个耳朵。哦，这是马耳朵。马耳朵。哎呦喂，长得还挺有意思。嗯。两个耳朵，两个眼睛。嗯。一个嘴巴。嗯。这有点像这个马现在。这是底下四条腿。四条腿。这是框架。哦、它的架框架。哟，这后边还有一个尾巴。哎呀，有尾巴。这有点像马。这是马的尾巴。对。哦。那下回走的时候，这个马尾巴能让它动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它是一个模型，哎、模型马该有的各个部位、关键部位它都有了。对对。但是它不能走。不能走。哦。嗯，这只是个模型。那它现在能在地上走一下吗？不能走，现在。不能走啊。嗯。这看起来不是挺协调的吗？为什么不能走一下呢？因为它是我是拿手摇呢，没有别的这个动力。哦，对，这里边还没有动力。嗯，没有动力。哎呀，那您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还以为您这是弄了一个至少是能动的一个木马，机械木马，所以我过来看了。可是您这只是一个模型。你别着急，我一个星期我再做一个，用一个星期时间吧，怎么样？现在现做？啊，那不呵呵现做，一个礼拜您能弄得出来吗？哎，能。您确定啊？哎，万一弄出来还不能走怎么办？能走，我分析它能走。那我们就等您一个礼拜。那好，咱说好了，一个礼拜，如果您弄不出来，那咱就很遗憾了，好吧？好好好，行行，那咱们赶紧弄吧，从现在就开始。坐下。以往的发明里，机器不成熟也就算了，这回来了一个还没开始做的，着实让记者有些无奈。李景阳钻进自己的小屋里，一待就是一星期。那这台能行走的木马究竟做得如何呢？记者前来了解情况。看一下李师傅究竟弄好了没有。哎，好像做出来了。你好。哎哎，师傅怎么样，调试的怎么样了？我看还挺好，我调的还行啊。昨天又弄了一天是吧？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先还是在里边让他走一下吧，确定他能走。行行行行，咱再出去。对，咱们可以看看。啊、明天看一下，哎，怎么走？来。哟，真的能走了？还能走了？哎呦，还能走了？这还是一匹倔马，那个拉都拉不住。是。那咱们拐着。这门槛高。哦、对，他那肯定够。要门门槛，抬也没事吧？那有人抬，我这腿现在。他不会那个自己卖出去啊？不会，卖不出去、啊。卖不出去，要没这门槛，自个儿出去了。哦，妥，好好好，亮。就只能在平地上走。哎、对对对。哦，行，那咱们走一下吧。走一下试试，看看这小马究竟表现如何。哎呦！走的还挺顺的，还行，嗯，挺好，还比较理想，比较理想。哎呀，我直接就冲着那边走了，挺好。咱让他拐过来，咱们到外边去走走呗。行，可以呀。啊，可以。他这样走着不能拐是吗？他不能拐，现在还不能拐。不能拐弯，嗯、只能直走。只能直走，超直走。哦，那好吧，以后我再给他改一改，让他有方向。能、哎、那现在不能拐弯，现在拐不了，那就是只能让人抬过来，让他朝外边走。哎，对，我给他抬一下。那您抬一下，还得人来帮他抬、哎。对，人得受点累了，现在。哎呀，这小牛啊，有点笨啊。李景阳发明的机械木马主要由电机和曲轴连杆系统组成，发明人使用齿轮将电机产生的主动力一分为二。在曲轴连杆的往复作用下，木马双腿进行钟摆运动，从而实现了木马的行走。俗话说得好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李景阳改进后的这头小马，初见天日就撒着欢，伸着脖子向前冲，引来了村民们的围观，四只蹄子劲头十足，看起来精神极了。慢点啊，千万别走到沟里去。
它直接就杵到沟里。它就还朝这儿走，我得注意观察。爬坡的，爬坡的。哎呦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了呀这是？没关系的，它有点上坡，有点上坡。上坡，它上不来。有点石头嘛。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压着它呢？压有点重力啊，它就止住了。爬坡很费力。村民们表情各异，远远地观望着这头动静不小的小马，不知道李景阳这次又折腾出什么新鲜玩意儿。前来看看，来，挺有意思的，来，看看，哎，自己走沟里去了，这一眼没看见就跑沟去了。怎么回事？没走两步就倒了。它的稳定性还差。但我自己走到沟里去了。嗯，是啊，一眼没找到，走沟去了。还能走吗？能走。还能走啊？再试一试。不是坏了？没，试试吧。看来这头小马是个直性子，一不留神就径直冲到了水沟里。李景阳将它重新摆正位置，继续向前走。小孩大人还都能骑。对呀，我还在想您这除了他能走之外还有什么功能吗？哎，他能骑呀、啊、这个在这个公园都可以。哦，可以骑的。可以的。那敢让人来骑一下吗？能行。能骑啊？哎，能骑。您确定？哎，能确定。哎，看谁勇敢了，来骑的小马看看。我骑。下边，我找一个轻一点的，万一给您压坏了。行，就找他就行。小美女，垫垫、啊。哦，还准备了垫子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太贴心了。我上，他哥的是吧？看看，慢点。敢骑吗？敢啊！你可就扶好了，万一他倒了。好。还能不能坐呢？担心这小孩可怜。先别呢，待会儿。待会儿。咱先一个人走吧，我怕您那小马给压坏了。对，压坏了。你害不害怕？不害怕。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有点颠。有点颠吗？那边有石头，你还坑包呢。主要直接平路就好一点了。感觉稳吗？还行啊。会不会比较害怕？哦，不害怕。我不害怕。胆子还挺大的、啊。胆子挺大。行，看来没问题。要不咱再多坐一个人？行，多坐一个人。没关系的。再过来一个。再过来一个。哎，谁愿意坐？哎，去，就来他，你抱他，来吧。来，过来，来孩子，哎，别害怕，你坐一坐啊。下边可行。哎，你坐一坐，看一看。下边姐姐抱抱啊。哎，给姐姐抱着。走吧，没事，咱们试试。抬头。怎么样？好玩吗？这家不好玩啊。你看那么多人都没坐，就你坐过，你最幸福了。好了，停下来吧。我就是这样吧，两个小朋友呢都体重比较轻，嗯，咱们要不要找一个大人？行啊，没问题，找一个体重比较重一点。行，看他能不能骑。行，你是百十多斤的体重都行。没问题啊。没问题。行，那要不然咱再找两个美女试一下。行啊，行，好。来，你们二位来坐试试，体验。要不就这两位美女吧。对，行，我们试试，正好看着还挺稀奇的，是吗？对呗，是不是等好久了？不是，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。哎呦，我玩一会坐上来感觉还挺舒服的，太吓人了。嗯呐，坐好啊。你感觉什么？挺舒服的，很舒服啊，很舒服。你感觉吓人，胆小是吧？嗯，那准备好了就让大爷给你们开了啊。来，走了啊，开走了啊。嗯，好。哎呀，紧张是吗？太吓人了，哎，挺好玩的，像坐过山车那种感觉。刚开始他往前一走，有点像坐过山车那种感觉，挺好玩的，感觉挺好玩的，啊，那特别有意思。你就不担心他坏了？不担心，我都看见别人骑了，担心啥呀？我哎呦，太有信心了，对这个东西太好玩了。你体重多重啊？我100斤。啊，100斤，我120。120，120了，那个牙坏了吧？220斤。没有。
这牙你还抓牙啊？行，哎妈妈妈，再见人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这场景不行了，还挺吓人的。还有呢，还是先停下来吧，我们还是先下来吧。太吓人了，是吧？哎。哎呦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哎呦，老爷子，我感觉马都已经要往右边倒了，这腿有毛病了啊，腿有毛病，下来吧，快从这边，吓坏了刚才，嗯，最后这一节是不是挺吓人的？吓人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骑上，挺感觉的。刚开始的时候骑上去还感觉像过山车似的，挺好玩的。但是后期它就那个不稳了嘛，有点往一边倾斜了，所以也觉得有点害怕。也觉得有点害怕，而且它我看着老是卡在那个洞里，动也不动，来回刨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个蹄子还能走，没问题。没坏？没坏。你确定啊？它有点不协调也，但是也能走。还能走？还能走。那谁还敢试呢？万一把人再摔着呢？这个咱们别用人了，咱们用粮食是再试试。哦，你怕摔着人用粮食，对对，反正他还能走。哎，这粮食掉地也摔不坏。行，那听您的。既然您这么坚持他能走，虽然我已经看着他都不协调，不能走了，但既然您这么坚持，那咱们就按您说装粮食。装粮食。装多少斤？装两袋的，200多斤。300斤。300斤的，行，300斤就300斤。刚才那两个姑娘加起来220斤，嗯，咱们这次试个300斤的，行，好不好？行，试试。就难度更大了，看你能不能走。行行，那咱们弄点粮食过来。来吧。好，来。小马顺利地通过负重载人的考验，接下来要继续驮货的挑战。乡亲们帮忙抬过来两袋，一共300斤重的粮食，小马瞬间显得渺小了起来。两袋有多重？他还能经住这样的考验吗？您确定他还能走？老爷爷，你确定这个还能走吗？我怎么感觉他不能走了呢？啊？您刚才怎么感觉他不能走了？因为这一个腿前一个腿后，我感觉前腿应该是没折，后腿呢感觉就是折了。那你觉得他等会儿还能走吗？嗯，大概是不能。大概不能了。我就猜测不能，没准能。你看人小朋友都觉得他不能走了。咱们得试试。我看带这两袋粮的问题不大。我就瞅着太多这玩意儿。300来斤呢？那我300来斤，非要试？是玉米，非要试？嗯，试试，试试。那咱们就试啊，这就达到效率。哎，别把您这个最后彻底弄坏了，你可别后悔。不后悔。行，那咱们开始吧。这玩意儿，要我看问题不大。来，妈，刀不行。我天，你吓死我了！大大的砸到人，这怎么还没走？太意外了！哎，这你看让小朋友出缝了吧？真他看出来了。蹲下来。我这一个腿前，这道要是平道，勉强还能走一段。平道还勉强能走一段。嗯。这路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崎岖，这有坑，有坑啊！再怎么你也不能才走这么久，得了，早了吧？真没想到。老爷爷，我感觉还得待会儿，还得改成一下。哎呀，真是还挺不好意思，我这就是大伙儿看这玩意儿，我也没面子了，这。这怎么整？揉下来吧，把它卸了吧，那回家再整去吧。之前表现不错的小马突然开始大耍脾气，扔下了300斤的货物开始罢工，还被小孩子笑话，这让李景阳心里有些不服气。日头西斜，他却辗转难眠，又一头扎进了屋子继续研究改进。靠着年轻时做木匠留下来的好手艺，将木马结构图纸做得完善，紧接着就将更加强大的马儿改进好了。哎呀，李师傅。哎呀，来了，陈面导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终于，这是又弄出来一个马。马。哎，大马，这一次是。大马。这马能拉车了，它这个腿，前腿。左腿我跟你详细说，就
前面是两条腿，左腿和右和后边的右腿，他俩一块迈步。哦，哎，就是这个前的右腿，和这个后边的左腿，他俩一起迈步。哦，就交叉的。哎，交叉。哦，这费不少脑子。嗯。那您这能协作的协调吗？相当协调。相当协调啊，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这是一个缰绳。嗯。就它是也是一个转向的操纵杆。操纵杆。哎。哦，明白。往这么一拽，往左拽，它就往左拐；往右推呢，它就往右拐。就跟人那个牵，又就跟人牵马时候一样，一样啊，把那马的那绳子一个道理，一左一右的推，它就会这么走。一个道理，一个道理。它因为啥？它连接着前腿呢。前腿，你看，迈步也好，你这车也好，怎么？前腿一拐弯，后面就跟着拐弯了，他就跟过来了。王老师，我就觉得特别好奇，您瞧这马还真能够转弯，这个弯究竟是怎么转的呢？您给我们解释解释。其实你要说转弯的问题呢，最好还是先从它为什么能走说起。它走呢，完全是模仿着马的这个前进来走的，马蹄，哎，四条腿倒着走。我在这儿呢做了一个小的装置，在这个装置当中摆上了四条腿。哦，那么这四条腿能够有什么动作？我们看一看啊，每一条腿都能够上下走，也可以前后动，而且能够这样转弯。对，每一条腿都是上下走，这样转。所以你看，都是非常灵活的哈。对，嗯。那么这个马它的四条腿呢，现在是这两条腿，动作是一样的，这两条腿动作一样，弄清楚没有啊？有点乱，我就怕。我一搞不清楚吧，就会顺管。左前和右后动作是一组，哎，右前和左后是一组，是一组，他们动作都一样。那么我们呢，其实看这两条腿的运动，就能够知道它怎么能够向前走了。咱们你比如说，我把这个条腿向下伸，这是可以的吧？可以，是吧？同时这个也向下伸，这样这两条腿就跟地吃上力了，这两条腿就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。对，如果这两条腿发生这样一个转动，会怎么样？往右拐弯，向前走了吧？啊，向向前走了啊，向前走，向前走了。这时候这两条腿啊，你看在这个位置上，再向下蹬，那两条腿悬起来了，再发生这么一个转弯，又向前走，又向前走了。这个呢？再向前转，再向下，再蹬。哦，所以他这样的，像他们这样依次的有序的工作，就是不停地往前走，前进。对，所以这个四条腿呢，就是按照刚才我说的那个顺序啊，进行这个动作，向下蹬，向后蹬，向下蹬，向后蹬，向下蹬，向后蹬，是轮流的来进行这样的动作。所以您这个第一步。您已经给我们捋明白了，这车呢就向前走了。你别看它那里边机械很复杂，那么那个机械最后要达到的目的，就是要让这四条腿按照刚才我那个说的方式进行运动。嗯，如果进行这样的运动，这个车就可以向前走了。嗯，拐弯呢，其实这也好办，是不是？这条腿短一点，这条腿长一点就可以。一个是有一个长短差就能转弯。而且这个蹬的这个角度要大一些，哦、你看，这个蹬的角度要大一些，这个车就，这个蹬的角度大一些，这个蹬的角度小一些，这蹬的角度大一些，这蹬的角度小一些，这蹬的大一些，这样不就完成了转弯的动作了？哦，那这个两个问题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。那么我相信大家还是对这台机械木马呢有着很多的期待。有没有好玩的新发现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倔强的小马脱胎换骨，变成了相对温驯的大马，它的表现又是如何呢？李景阳找出了自己亲手打造的木马车，给它套上，希望村民们能来试试它这辆改进好的新型马车。对，车都套好了，套好了，现在可以出去试了。可以了。行，咱们看看乡亲们究竟对这个怎么评价，好吧？好，走吧，来吧，出发吧。哎，准备这么久就看这一下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他怎么是这么走的？哎呀，我怎么感觉他生气了的样子？是，有点不愿意了。您不是调试好了吗？调试好了的，来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
套折了，套折了，套折了。哎，为啥它倔着呢？这也太倔了吧！它这立不平衡了。整好了吗？整好了，这套又拉折了。你别拉去了，我想招你，那种就掉。这驴行啊！太不协调了，要不然咱换频道试一下。好，好一点的路看看。行，行吗？对，路平远的好一点。好一点啊。嗯，行，那咱就换路平的试一下，换平路试一下，走吧。走。多少得走过这一节吧。对。都说物似主人形，李景阳发明的木马都带着他不服输的性格。李景阳决定让大马换个平整的道路，希望他能缓缓心情，继续拉车。那你要坚持试，咱就试一下。哎，咱们走吧，试试啊。嗯。坐好了，咱再最后试一下。行，走，坐好啊。在那边再坐一个人看看，他又坐上了，看看。再坐一个人看一下。他坐上了。哦。您觉得负重多一点会稳一些？嗯。好。啊，再坐一个人。嗯，行。坐两个人，您觉得可能好一些？好一些。好，咱们试试吧。试试，行，走吧。听我的，这次放弃吧，我觉得不行了，这再试下去我觉得整个它连启动也快启动不了了，太遗憾了。这不是说调整好了吗？这咋，哎呀，也许是被大货车吓到了，大马的情绪依然十分紧张，村民们的好奇也渐渐变成了质疑。咱们好一些再试一把，实在不行咱们再放弃吧。咱们这一次不行的话，下次咱们再改改，总有一天咱们会更好的。哎呦，不过老爷爷，螺丝钉松了，螺丝钉松了，小朋友再给你鼓劲呢，没关系，那回去再改改吧，好改改吧，改改，咱们再给您点时间。嗯，这次一定得调试好了，如果还不行，那咱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，好吧？行，跟小朋友的来握握手来。这小朋友，看鱼，小朋友的鼓励变成了李景阳的动力，不服输的他决定回家继续改造，争取驯服这匹倔马。可到底哪儿出了问题？李景阳百思不得其解。李景阳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忙不了你，你吃你的，吃你的。那我就不给你做了，不吃拉倒，我先不吃。大马改头换面，木牛横空出世。在接下来的比赛中，他能否战胜真牛，顺利完成托运粮食的挑战呢？请继续收看《我爱发明木牛新传》。李景阳为了让大马更稳定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但他心里清楚自己能力有限，因此他请来了一直帮他修理机器的张电工做外援，将这匹机械木马加固完善。李大爷，哎，啊，哎，你好，我看这是改好了吗？改好了，这回咱们就是在上街上再试，再坐坐。还到街上试呀？啊，看看，别在乡亲跟前，万一再出问题了，可是。我考虑没事了，真没事了，没问题了，哎。您上次找到原因了吗？找到原因了，嗯，就是马腿那个齿轮啊，它有点偏。间隙大一点，然后一吃力它就要跳崖了，一跳崖腿就跟着也瘸了，跳齿了。哎，跳齿了。哦，你这么毛病真改好了？
改好了。真改好，咱就再到大街上去试啊。行行。可是好多人围过来，到时候您再出问题，咱这可。问题不大了，尴尬。我分析问题不大。这玩意儿，昨天又费那些事，又把它这个整了整，把故障排除了。哦。嗯。行，那咱们现在就牵出去试试吧。行，牵试。啊，这就行啊。行了，行了。啊，好，那咱信任您一回。那行，走吧。上次说。试一试，行，看有没有人敢坐一坐。行等会儿之前有没有见过这个车？哎呀，上次不都要倒了吗？就不敢坐了呗。不敢坐了，谁还敢坐呀？哎呦喂，您看上次把大伙儿都吓着了。哎呀，这回我坐，我试试。我看了一下，这周围好像没有人想要试一下。我试。你试啊？哎，我坐。你来试啊？哎、我来坐。哟，您都这么大年纪了。哎呀，我考虑问题不大，我坐。对自己的小马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好吧。那大伙儿同意让他坐吗？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那大伙儿都觉得还是您来试吧。行，那您先试一下。我试。好。得不到村民支持的李景阳，憋着一口不服输的脾气，决定亲自上阵。年过六旬的他，身手矫健地坐在大马上，不知道这马儿能否安稳地驮着主人前进呢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走。哎呀。坐稳了，在上面。走的还可以，是吧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感觉还行。你上次强多了。上次他妈下喝酒喝多了，这家伙。还不错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挺好。颠的厉害吗？有点颠。行，这就不错了。原来谁敢骑呀？谁不敢骑？原来谁也不敢骑，我都不敢骑。哎，今天我就敢骑。是吧？哎，看来还是有信心了。有信心。行吧，那要不这样吧，我看您骑着也挺好的。哎，干脆让我来试一下吧。行，行吗？行，可以啊。哎，停下。好，那您确定这个可靠啊？可靠。那我就真的上去了。行吧。行，好，注点意啊，安全第一。踩后面。先上车。哎呀，我还没骑过，这太吓人了。哎呦，这样，哎呦，怎么这么高呢？你看，怎么样？这回开走啊？哎呦，我好紧张啊！你确定可以是吗？可以，不用紧张，不用害怕啊，没事，不用紧张，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。那我相信你一回啊。行，好嘞，行。来，前面的人让开一下，我要出发了。哎，出发了，让一让啊！哎，往前走了。来，预备，走吧。我的天哪，那我好紧张。行，走慢一点。哎呦，好颠呐！哎，不要害怕，追不了。不要害怕。那你得把住啊！我感觉我驾驭不了他，是他带着我跑。我感觉这个蹄子四边都用上劲儿了。用上劲儿了，是吧？是腿都长地了，腿没毛病，现在哦，比较正常了。那就靠谱多了。哎，靠谱。不要害怕，哎，你把住就完了。好，可以了。我感觉您这比之前的可靠多了。可靠多了，好多了，是吧？只是啊，这个有点颠，下次加一下减震。有点弹性，就好了。对，有点弹性就不是那么颠的厉害了。行，那我下来吧。刚才谁要试来着？你下来就到我这儿了。好，我下来就到你了。怎么颠了？着急了。哎，这回是不是挺好啊？你看看，刚才看走的还挺稳的哈，比上次好多了。比上次好多了哈，比上次好多了。大伙儿觉得怎么样？行，这挺好的啊，挺好。还觉得挺好的，你们呢？觉得他挺好，这挺好的。我没见过呀，头一次见，老多没见过。行，有人想试一下不？我听说过。有人想试一下不？您多重来？
二百二。二百二啊，这加起来两个人都400多斤了。啊，那有啊，有。敢试一下吗？行，敢试。敢试啊？哎，确定啊？来挑战，来挑战一下。还有胖子，来来，再来两个。来什么？还有胖子，看还有胖子呢。哎呦喂！看行不行？大哥，您体重多少啊？比他沉，多少？220多。220多。但你不能压坏，不能怨我啊。啊，压坏了，压不了。压坏了，怨不怨？不怨他。不怨他是吧？对。人那个老大爷说了，压坏了不怨您。啊，不要。那咱们试一下吧。您多重啊？200。四个人加起来接近900斤了。那差不多得有900斤，得有900斤了。来试试吧，没事儿。还要试啊？哎，有信心？有信心。那上车了，上车吧，上车。压坏了不怨大家啊，压坏了没事儿，不算。就找个意思，就上车了，不算你们的。那您来安排，看胖一点的师傅坐哪？找他坐，胖一点往里去，胖一点往里去啊，胖一点的往里去，走吧。哇，三哥呀，身体慢点，身体轻。我感觉一个人就把里边。两个人就站满了，来来来，你往这边，在这边啊，中间一点，让您这样，往前来点，哎。好，你往这边，然后外边还能坐俩，是吧？能坐俩，能坐俩。来，我感觉你们四个一上你这车，瞬间往下移了几公分。体重搁这就，都是重量级的，都是什么？都重量级的，不是900斤这头一摸，咱们挑战一下子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来，有信心啊，有信心。行，至少坐上去还没压坏，咱们走起来怎么样？对，好不好？走两步，走两步试试，看看，走两步试试，爷们儿啊，行，走了，来。看您的了啊！坐好啊！坐好了，没事，安全第一。没事没事，来走了啊！来，预备，呼！哎呀，沉了！哎呀，没事了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慢点，没事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行，挺好，挺好，挺新鲜的，挺有意思，挺好，不错呀啊！我不担心万一摔下去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相信爷们儿，没事。好，爷们儿没事啊，没事。那咱们。再加一个人，好，停下啊！再加一个人，好不好？行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不要。没事，没事。下去了。那咱们再加，你能加几个人？感觉挑战一下极限。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。你自己说的啊！再来一个。来，咱们谁还想坐一下？来，胖来胖，整个瘦的吧，来，别整胖了，来，上来，你上这儿来，他坐那儿。你比较瘦一点，不占空。对你比较瘦一点，头上也算个有100斤吧，130斤，1000多了，加起来上1000斤了，1000多了，现在已经1000多了，对，1000多了，还要试，试试，万一这小马累得趴下了怎么办？趴下就趴下吧，回去再整，回去再整啊！哎呦，有信心呢，有信心。那咱们开始了，开始试试，出发喽，走。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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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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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我问问这几位，感觉跟平常坐那轿车有啥区别吗？那感觉可不一样，这多得呀！一个也说不，一个轿车说不，一个轿车说不，您觉得呢？准了，这是准了，是原始的东西啊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坐不着了，坐不着了，好玩是吗？不错不错，看来还是可以。好，千斤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过来这个，停下来吧。嗯嗯、啊，咱们感觉这个效果还是不错，效果不错，是吧？原来我想都不敢想，让他超千斤，不敢想，不敢想啊！哎、看来那个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看都满的坐不下了，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造这玩意没用了，爷，造点有用的，这玩意啥用去？造这破，造点老百姓能用上的，实际经济点的。您这东西可用没用，这有啥用啊？你这能干啥呀？这个？啥也不能干，也不能拉啥，就拉这么两个人儿。不是这能走，这能有多快呀？没有汽车快吗？那古代人，大家都觉得您这个东西不太有用。我这完后，我再做一个有用的。哎，挺伤心的。为啥呀？现在没面子，都说他没用了。那您
您再做一个有用的。对，再做一个有用的。行吧。嗯，好，行了，下来吧。热了热。乡亲们的调侃听得李景阳心里不是个滋味，村里的风言风语也随之多了起来。多年心血就被嫌弃成这样，李景阳的倔脾气上来了，家里的田地不管了，家人更顾不上了，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改进中，跟着了魔似的，将第三代牧牛加紧完善出来。好，咱们看一下李师傅弄得怎么样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呀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哎，啊，又来了，这一次怎么样？这次我分析问题不大，这个又是问题不大了，哎，能行，能行啊，能行。哎呀，每次过来您都说分析问题不大，哎，每次都出问题。这玩意儿啊，又费不少工啊，又费不少工啊，这次没问题了，没问题，我分析它是没问题了。咱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吧，这是，哎，这个好像跟上次不一样了吧？这是一个牛，变成牛了。嗯，牛，这个，哦，这个牛吧，从马变成牛了。嗯，我考虑这牛耕牛有一定的这个用处，它有，哎，用处大，这个能拉车了，啊，车上能拉东西。啊，哎，牛背上还能驮人。嗯，不错。哎，牛肚子还能装粮。哦，牛肚子里边还能装粮。哎，还能装200斤粮。哦，哎，那这还是有点变化。有点变化，走些路了还比较平稳，比较顺畅，比较平稳了。哎，我看着您也是把这四个蹄子又换成了轱辘。嗯，还是轱辘比较稳妥一点。对，嗯，因为它迈步吧是前两只前腿一起迈步，后腿一起迈步，所以说他走路特别平稳，特别平稳。嗯，上次那四个蹄子不是老是乱，那老是乱乱弹吗？是吧？这个就好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确定好多了，确定好多了。行，这么一个大家伙，嗯，那要不咱这样吧，您既然说它这个是有实用价值的，是吧？是，有实用价值的。行，那您发动起来走一下吧。走一下，试试。姑娘，姑娘，走得顺畅。哎，哎，哎，走起来了。小腿还走得挺快啊！怎么稳当的还？稳当的很啊！哎，上边能骑两个人。上边能骑两个人？哎，对。哦。还能拐弯，你看这拐过来了吧？两条腿一起走。对。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了。不一样。是分开走的。对对对。就是转弯还挺快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啊，还能自己走啊！比之前那马强多了。比马可强多了。好吧，那咱们先停一下吧。哎，行。我看见呢，我看大伙儿呀也对您这老牛特别感兴趣。你看都围过来这么多人，是吧？这比原来那个比那马有那个有点意思了。嗯，对对对对，至少可以有点实用的，实用。有点什么？有点实用价值。有点实用价值了。对对对对。我觉得这玩意儿拉车是没问题，咱们可以和他们真牛比一比。哦，还要跟真牛比一比。哎，真牛比一比。你敢跟那个真牛比吗？敢。敢啊，敢。也就是说您对他这个运输粮草的能力特别相信。哎，相信，有信心，有把握。行吧，既然这么说，大家觉着呢，要不咱试一试，试一试，那就比一比吧。既然您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是吧？对，咱们做个游戏也行。行，好不好？看这个铁牛跟真牛的这个运粮草的能力究竟怎么样，比起来。哎，好不好？好，比一比。那咱们比一比。行。农村里托运点东西，当然是牛比马更受欢迎。于是李景阳又将木马改回了木牛，感觉明显比之前的可靠顺畅多了。于是好胜心强的李景阳主动提出要和普通的运货牛进行运输力比赛。怎么样，李师傅？没问题。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你马牛都调试的没问题了？没问题了。我看您这马车也套上了，是吧？套上了，对。要拉粮，要拉粮，比赛，啊，觉得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咱们来看看今天的真牛，怎么样？老师傅，这是您牵过来的真牛啊！哎呀，我敢真言车了，肯定能比过他，肯定能比过他呀！我真牛。比赛吧，刚才你不说了吗？你这个牛大有力气，
我这个牛是一个用电瓶的，但是我这个我还不服气，你叫你能赢，我叫我能赢，比一比就知道了。比一比，对，比一比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，大爷？来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大伙儿开始把几百斤的粮食往耕牛和牧牛的驮车上放，他们都一下子紧张起来了。哦，这里边还能倒？能倒。哎呦，能装粮，这能装200斤呢。嗯，能装二百。专门设计这一个粮仓，它能哎。加油了，来来来，加油！哎，几位加油！这一袋还装不满？装不满。哎呦。好了，随着一声令下，满载着粮食的两辆牛车开始了你争我赶的比赛。面对旁边这个陌生的兄弟和周围嘈杂的人群，耕牛起初还有点胆怯，硬着头皮往前冲。哎呀，不是牛到了心疼的，人人多，我就控制他点儿，不敢走，他不敢走啊。第一回合耕牛险胜，但牧牛凭借着机械的优势赶超了上来，卸完货进行最后一趟运输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快点，人家都快回去了。等会儿耕牛的脚步越来越沉重，牧牛却保持着始终如一的速度稳步前行，胜利似乎就在眼前了。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怎么少了一袋？这肚子里边还有呢。哦，对，牛肚子里边还有一袋。肚子里边还有一袋。这样的话，您就是15袋全部都运过来了。运过来了。啊，咱们再看看这牛这边呢。来，这牛这边看一下。1、2、3、4。卸两袋啊。啊，您这儿还有4袋没有卸下来。我现在在这场地吧，换个新场地，人也多。这牛走的慢了，我看着您都感觉拉不住它了。走的人多吗？不敢走，人太多了。好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今天李师傅的这个铁牛啊，赢了，险胜。哎，一会儿回家的时候能免费坐车。哎，欢迎您坐车啊！好，恭喜啊！机械牧牛最后为李景阳争了一口气，成功夺回乡亲的认可。连之前担心他的老伴儿也兴致勃勃地骑上了这头牧牛，伴着夕阳和晚风，幸福地回家了。李景阳发明的机械牧马主要由电机和曲轴连杆系统组成，发明人使用齿轮将电机产生的主动力一分为二，在曲轴连杆的往复作用下，牧马双腿进行钟摆运动，从而实现了牧马的行走。发明人制作的这个牧牛和牧马呢，采用了一些机械传动，还有一些电驱动的一些结构，就是实现了这个牧牛和牧马的非人力的这种助动运动，包括转弯的这种功能都能够很好的实现。我们也希望发明人在
这个这些轮子的结构上再做一些改动，提高它对使用场所的一些适应能力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，您可以登录 Y 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。好，再一次谢谢冯老师，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。我是丁西，下期再见。谷收割方法多，一机多用无所不能，全耕收割玉米小麦无所不能，轻松收入囊中都不在话下。它还有什么神奇的本领呢？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麦地旋风。谷收割方法多，一机多用无所不能，全耕收割玉米小麦轻松收入囊中都不在话下。它是农民的小帮手，也是田地里的机械侠。它还有什么神奇的本领呢？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麦地旋风。